高塔中的新生。第一章，高塔中的日子。从有记忆开始，林瑶便一直和老师生活在高塔中。高塔坐落在一片寂静的森林中，远离尘嚣，与世隔绝。林瑶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，每天与老师学习各种知识，阅读无数的书籍，练习身体技能。然而，林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渴望，因为他从未真正见过外面的世界，仅仅从书本和老师口中了解过。老师是一位智慧而神秘的老者，他对林瑶既严厉又关爱，教导他各种知识和技能。林瑶虽然对老师心存感激，但他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他不能离开这座高塔？第二章，16岁的生日。林瑶的16岁生日如期而至。这一天，他心中充满了期待，因为老师曾告诉他，16岁将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早上，老师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，一把钥匙。这是通往你新生活的钥匙，老师说道，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。今天，你将走出这座高塔，见识外面的世界。林瑶接过钥匙，心中既兴奋又忐忑。他跟随老师来到高塔的最上层，老师打开了一扇从未打开过的窗户。林瑶站在窗前，拉开窗帘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。第三章，初见歌坛。粉色霓虹灯布满了街巷，远处有黑影从屋顶闪过，空中游艇悬浮在没有月亮的黑夜中，上面印着一个正在微笑的成年男子，边上是几个荧光闪闪的大字，歌坛欢迎您。林瑶的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繁华而神秘的城市。他的心跳加速，渴望着立即踏上这片未知的土地。这就是歌坛，老师说道，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。你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道路。第四章，新生的开始。林瑶带着老师的期望和教导，踏出了高塔，进入了歌坛。他第一次感受到城市的喧嚣和活力，这与他在高塔中的生活截然不同。他小心翼翼地在街道上行走，眼神中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渴望。在城市的边缘地带，林瑶遇到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的故事让他对这个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他开始明白，这里不仅有光鲜亮丽的一面，还有阴暗和危险。第五章，适应与挑战。林瑶迅速适应了歌坛的生活，运用老师教给他的知识和技能，开始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立足。他加入了一个名为影子联盟的地下组织，这个组织专门对抗城市中的犯罪势力。林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在一次行动中，林瑶和他的队友们遭遇了一个强大的对手，歌坛的黑帮老大，这个人正是印在空中游艇上的微笑男子。他统治着城市的黑暗面，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。第六章，决战时刻。林瑶决定挑战这个黑帮老大，为城市带来光明。他运用老师教给他的智慧和战斗技巧，与黑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。经历了无数次的困难和危机，林瑶最终成功击败了黑帮老大，摧毁了他的势力，为城市带来了短暂的和平。第七章，新的旅程。战斗结束后，林瑶站在城市的高处，俯瞰着这片繁华而又神秘的土地。他知道，这只是他新生活的开始。未来还有无数的挑战等待着他，但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林瑶回到高塔，老师已经不在了，但他的教诲将永远伴随着他。他明白，老师让他离开高塔，是为了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道路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高塔中的新生，让林瑶成为了一个坚强、智慧和勇敢的女子。她将继续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世界中前行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这个故事展示了林瑶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女孩，经历16岁的转折，进入繁华而神秘的歌坛，逐步成长为一个勇敢、智慧的女子的过程。她运用老师的教诲，克服困难，战胜强敌，为城市带来光明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。